好，这里是星星在农村。都说大年初一开柴门，开柴门的时间你知道吗？你开对了吗？还要注意什么？咱们去找人了解一下。你吃饭了没，大爷？吃了。你老人家多大了？72了。72了。嗯。你看这身板文好。没有，有器官炎都是。器官炎是吧？别的没病。你这有几个孩子？你老人家？现在3个。3个孩子啊？嗯，2个男孩，1个女孩。哦，你说大爷，你看咱这都进腊月了，今天是不？嗯、进腊月了，也快到咱就是最隆重的一个节日，就是咱那个春节了，是不？这是咱全国人民最隆重的一个节日了。人家都说是大年初一开柴门、嗯，什么时候是开柴门的时间、哎？他现在呢？他怎么的？像年轻的都说走路抢菜，抢菜，哎，一家伙都弄到12点，恨不得之前都放鞭炮。哎，走哦，就是我跟你说，大爷，你看都说咱这初一的时候，都说开柴门，开柴门。现在的人就是在12点，你说的是？嗯，十二点走。正确的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？就是五牛头的，就是说快明了，就快龙明了，快龙明过去的老风雨。哦，就是4点到6点之间，快龙明的时候。哎，对了，那时候才正式的。那个才是正儿八百的，咱是老古传下来开餐馆。哎，对了，老传的。哦，现在的年轻人，你看看，都是12点就放鞭。嗯，他怎么在那你说抢菜呢？房子，我说了，那抢菜都人家怎么抢？哦哦。都抢那个时间，都抢跑了，这个菜有多香？哦，这个现在就是改了，给老风雨，改成12点抢菜了。哎，对了，就这。哦。抢菜，你想想，年轻人也是为了提早一步去抢这个钱。哎，你谁跑头的谁老子抢了啊？那不都是都跟你说的？哦，是是啊，谁跑头的谁老子抢了。其实就不按咱原来那个老规矩了。那个老规矩。其实真正的开菜门的时间就是4点到6点之间。哎，对了，这个之间。啊。过去这跟你一说，那么。俺不懂的。这个起来。啊。发天的字儿，怎么说？这搁过就烧这个桌子前头上香上火子。哦哦，这就叫这个哎。还行这的啊？哦，行这啊。这个呢，这个武警的为什么这个武警的放这个鞭炮，他再强也得过12点。他为什么他不是那个几年的呀？哦，对对对对，那得从今年算是吧？那是你12点头的放，那是去年的，比今年不大强。不大强。你说的这个过年就是说初一的时候烧这个天什么字儿？就是发天的字儿。天灵字儿。哎，对，这就叫天知道这个我烧香了，我敬你了。哦哦哦。哎，你得保佑我。这是一种寓意，就是告知财神，我给你烧纸烧香了，你就是说迎财。过去是传统来说，啊，这个入了三十。就是说，天的神都是给咱这当官的都放假了。哦哦，也放假了。也放假了，就是各村的都下界了。啊。下界之后，他到这个五牛头一发天的这儿，他们都回去了，都给这开工了，都得回来。哦，这是新的一年，新的开始。哎，新的一年开始再重来。哦，通过刚才和大爷的交谈了解到，正确开柴门的时间是4点到6点，不是夜里12点。现在的年轻人都把它当成是12点抢柴。但是开柴门有一个主要的注意事项，就是天灵子。现在的人们都不知道，这是原来传下来的。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